你听，什么呀？有人在打磬。哦，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到庙里求我指点迷津呢？不要去管他了。
说不定出了事，要我搭救啊。是不是想去看看？心动不得。
山野地到处乱走的，圣母，你我身在仙界，何必去管这凡间的事呢？还是走吧。
欢不少日子，现在病体已愈，也该早日回府了。我知道，只是圣母待我恩重情长。况且圣母救命之恩，我圣母并非凡人，公子心到神知，圣母会有感应的。再说人仙有隔，公子要再这样留恋不去，唉，公子你又何必自寻烦恼呢？这个公子还是早点走吧。那么让我见过圣母，当面跟他辞行。公子的意思我会传达圣母的，可是我公子还是请吧。好吧，告辞了。叫他走，请恕罪，可是我这样做完全是为着圣母你着想啊。为我？圣母生在仙界，乃天上的金仙，刘公子是个凡夫俗子，仙凡相恋，天规不容，要是让二郎神知道了，岂不又惹出一场祸事吗？你的话固然不错，可是圣母是不是不想要他走啊？我谅他走的也不远，我去把他叫回来。灵芝，不要了。
什么？二哥，你住口！Yeah.
你来。你赶快走吧。干什么？我二哥就要来抓我们了。哦，不要紧，我去见他，让我求求他好了。不，你不能去，求他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他是一个不讲勤奋的人，而且我已经犯了天规，他是绝对不会饶了我们的。刚才哮天犬已经把我的宝莲灯给偷走了。那么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，现在不能多说了，灵芝。孩子是你的，你快带他到人间去吧。孩子，孩子也是你的，他不能没有你。我们三个人谁也不能离开谁，这样会同归于尽的。你还是听我的话，快把他带到人间去。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，我怎么能撇开你呢？公子，还是快点走吧。你快走吧，快走，你快走吧，你不能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吧，快走啊！天庭，你该当何罪？来啊，带走！是。
贤妻。替人打抱不平呢啊！这是干什么？她长得像女孩子，我喜欢，我要摸她一下。怎么？碰不得？岂有此理！算了，这种人少惹他们。哼，也不想想，堂堂秦太师的公子，居然敢不买账！想想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个沉香是什么地方来的？谁知道他们哪儿来的？说不定啊，是妖怪养的。呸，野种。
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野种，干嘛？想打架？打架！听到这种话也不止一次了，人家都骂我野种，还说我，还说你什么？说我不是你亲生的，还说我是妖怪养的。别听这些个闲言闲语的。娘，我到底是谁养的？你跟秋儿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一样疼你们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别说了，傻孩子。我看这件事情瞒不下去了，还是告诉他吧。他还小，慢慢再说吧。走，你一个人去吧。你还在生那个秦观宝的气啊？走啊！这种人犯不上跟他怄气，太死心眼了。走，你去吧，我不想去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你老这样不开心，我也生气了。这是我们俩人一块做的，做好了又不去放。好吧。你怎么了？有人欺负我。有人欺负你？谁？是。你就是走到了天边，我也要抓住你呀、啊！当然啊！来，来！哎呀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啊？怎么，秦家公子看上你还不乐意？简直不知道好歹！秦官宝，你怎么老欺负人的？我喜欢，你管得着吗？走开！秋儿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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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脸蛋长得真不赖呀、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调戏人呢？简直没有王法了！我要娶你做老婆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手！咦，我跟他玩碍着你了，野种！秦官宝，你欺人太甚了！怎么，又想打架？你简直太岁头上动土！妖怪养的，我就打你！哈，胆子可真不小，竟敢打秦公子啊！来人！你们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呀！公子，公子！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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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哎呀！他们在打架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呀。打死！快逃吧，让秦太师知道可不得了啊！反了，反了！什么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打死老夫的孩子？回禀太师爷，凶手是刘彦昌的儿子。是什么人？在本地官衙里。反了，反了！请太师爷接。光天
化日之下，居然能闹出命来，马上在地方派人定捕真凶。是那个，那个姓什么的？姓刘的，一个叫陈香，一个叫秋儿。立刻定捕，处以极刑。可是不知道这两个哪一个是正凶。切，管他是哪一个的，一定要给我抓一个来抵命。快办。是。我一直教训你们，对师长要敬重，对同学要有爱。你们现在打架打出人命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只是推了他一下，不是我打死的，也不是我打死的。可是你们打架总是不对的。这个我认错，我也认错。你们打死了又是秦太师的儿子，人家有才有势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他们来抓你们了，快点躲起来，快呀！站住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躲不了了。开门！你找谁呀？你是谁？不好了，衙门里派人抓你们俩，说你们是打死秦官宝的正凶，你们快逃吧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赶着来报信的，你们快想法子。快走啊，他们说要抓你们去抵命。打死一个人也不能让两个去抵命啊。说实话，到底是你们谁打的？说呀。是我打的，不关秋儿的事。不，是我打的，不关哥哥的事。你们到底是谁打的？是我，我去抵命好了。是我，我去，我来问他。秋儿，你不能去，你怎么了？秋儿，听我说，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。你们把当时情形想一想清楚，再说出来。应该我去，不是秋儿，是我。我要你们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是我，我去抵命。陈香，娘，我这就去。不，跟我来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娘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杀人抵命，我去好了。不，你不能去。难道你要秋儿去不成？她太小了，不能去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爹说过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逃不了的。这个我知道。娘，孩儿不孝，闯下大祸，罪有应得。以后不能伺候爹娘，不能报答父母之恩。娘就算把我忘了吧，让秋儿代替我，好好的伺候你。陈香，你回来。娘，不要难过，让我去吧。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。跟我到里头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告诉你了，真相
你听我说，你。你不是我生的，啊？秋儿才是我亲生的。你的亲生母亲不是普通人，她是华山圣母。什么？不要怕，听我说。你爹年轻的时候，在华山的神仙洞府待过一个时期。你母亲生下了你，犯了天规。天神就硬生生地把他跟你爹给拆散了，把他压在华山底下的天牢里头，永远见不了天日。你跟沉香都是我的亲骨肉，我不能让谁受冤枉。得到了仙姑的指示，为了要把你抚养大，才娶了我。十几年来就指望有一天把你送到山里头去修道炼仙，好去找你亲生的母亲娘。所以你要留着这条命，不管你跟秋儿到底是谁打死的秦冠宝，你都不能去抵命。虽然秋儿是我亲生的骨肉，我也只好让她去。走。这是替换的衣服，你拿着，快点走吧。打这儿走。娘。你待我太好了，不管多么艰难困苦，你都要担当忍受，好好的修炼成道，不要辜负你爹十几年的愿望跟我的这份苦心。我知道了，快走，孩子。有朝一日你见到你的亲娘，当你们母子团聚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了为你而舍命的秋儿。娘，快走，快走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人呢？什么人？沉香秋儿。楼上没有啊。哦，杀人偿命是不是？当然了，死的是秦冠宝一个啊。那么一命抵一命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，我去。你不我在这儿，我去。你是谁？我是秋儿。怎么只一个？你别没有，把带走。是是。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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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儿。沉香呢？我已经叫他逃走了。秋儿啊，秦冠宝不是秋儿打死的，也不是沉香打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好，那你就是证人，我们一块儿去深渊。是，走走。沉香离家无踪。
前去救母。哦，我看你这样年纪轻轻，烦心为定，恐怕办不到吧。我已经痛下决心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对人间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。哦，你真放得下凡间的事？放得下。只是我弟弟秋儿的事，我放心不下。哦，这个你放心吧，秋儿早就回到家里去了。真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。Thank you.
仙翁就是霹雳大仙，沉香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妻恕罪。可教育华山寻母，请众神让路。可有二郎神的法旨？没有。若无法旨，本神不能放行。神将，我母被困十几年，受尽煎熬，沉香一路吃尽千辛万苦，好容易来到华山，请你看我们母子可怜，放我过去吧。天条禁律，岂可殉情？众神兵拿下。是。神将既不让路，沉香救母心切，只好冒犯了。
叫一声苦命的娘，你的亲儿在眼前，为什么咫尺天涯不能见？娘娘，母亲娘不下山，不能救我，我宁可撞死留恋，再问
家，儿啊，真想。儿啊，生旧之情吗？哼！
沉香能有母子之情，你就没有手足之义吗？沉香是一片孝心，你就让他们母子团圆。三生，我给沉香的神符，就是让他劈山救母用。谢大仙。沉香，仙姑，沉香，你想一想，霹雳大仙为什么给你这一把神符呢？